哦，这个球出手没进，这个球再跟进，吴龙茂禁区单打，造成了犯规，造成了托拉比犯规。刘哲恩刚刚在底线的想要抢位置，这球再交给拉尼夏，给到了胡罗茂，造成了犯规。他也陷入到犯规麻烦。要拉尼夏，陈冠权准备要单打，转身来一个小勾射，出手轻了。哎，这个球再拿到，再做个假晃，哇、哦！哎呦，哇！一开始胡龙茂有非常多的罚球，两队现在在第一节的犯规次数再出来，再交给拉尼夏去找刘真的两罚都罚进框，再出来胡龙茂顶点三分出手进，哇！又一个三分球。陈冠觉得防守也相当成功，快攻机会多打少，交给刘真上篮，放进两分。伊朗进攻交给托拉比。结果又传到了中华队手上，前面快攻机会，周一翔可以自己上了。伊朗队进攻，哎呦，这个球胡罗茂制造了一个陷阱。那当然，很多教练呢，他也是故意去找这个记录犯规，主要是提醒裁判注意，或是给裁判压力。这很多教练都会用。陈英俊，这球再出完，再交给胡罗茂。运球拉高弧度出手得分，哇，其实被掩护，但外线跳投出手没进，胡罗茂的篮板。球权还是在，这个球被拨掉，前面有发动快攻机会，胡罗茂直接要冲到底，胡罗茂出手得分，